搞一个这个果汁大杂烩啊，现在这里面已经有那么一小点点，然后我想给你们安利一下。哎，这不是广告啊，这个真的是我在网上淘的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平时自己炸一些果汁啥都不错。然后呢，我准备我刚打几个橙子进去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想再 DIY 一点，把这个提子啊搞点进去，搞俩吧，搞俩提子，搞三个吧，搞三个。梨就不搞了，香蕉搞半根儿，好吧，我算了，太蠢了。嗯，苹果，来点苹果，来点苹果。我就喜欢那个他们在里面被撞碎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有些残忍？块儿切小一点，应该更好搞一些。一定要倒起来打，走你！哦呦！好像那种全自动洗衣机，有没有？你别看这东西这么小，哇，真的好厉害的。这个马达应该输出特别大吧？要不然它绝对打不了这么多。把它打碎一点，就加入一点点的矿泉水，还有房顶，没电了，这差不多。哦呦，拉个杯子在这里，现场给两位朋友，看什么感觉？你吗？啊？你要不先尝尝？你先尝尝，我俩尝试一下。嗯。好喝吗？不错呀、啊。滚！真的很不错，营养又丰富。有没有？真的好喝的呀。好喝的。嗯，可以的。一牙苹果啊，两牙橙子，三个红提，完美。蓝牙已断开。想吃东西了，对。